最后昨一天个。志泰叫了4个现役的胃呼吸汤圆小徐，没有 LDL 的，别说了，官方跟我说不能超过2个，超过2个不让我打，那我只能听官方的，我不管别人是怎么样的，别跟我说兄弟们，官方跟我说不能超过2个，那我怎么办吧？他们跟我说的，那我只能听他的呀，那玩意怎么样？哦，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别人几个蚂蚁，别人叫10个、100个、5000个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跟我说2个，那我只能找2个啊。那应该不行，那应该他们不懂，他们可能不懂那个规则，或者官方没有跟他们说清楚。因为以前我记得他们没有打组排嘛，后面应该也是不能这样打的，可能也是第一次他们能这样，后面应该不行。嗯，可能他们以前没打组排，所以不太懂。官方肯定会说的，放心兄弟们，这个不可能不说的，不可能只对一个人这样，他们还挺那个的，不要从了官方。我开着直播，还是得夸一下官方，他们还可以。个鸡巴妈呀！为什么只能2个人？不对啊，我傻了一下，妈呀！为什么只能2个人？我不行，什么情况？我生气了，我傻了一下，我操，不是。但是我还是冷静一下，嗯，因为15号要去现场，可能会被打，兄弟们，可能真的是到时候要带着这个要直播，可能脖子要没了，还是得冷静一下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别在我直播间骂了，兄弟们，别在我直播间骂了。哎呦，想骂的话就去林文山直播间骂，别骂了，别骂了，别骂了。主播没有推，别乱讲啊，兄弟们，谢谢啊。你们这个会收到律师函的，造谣，兄弟们。如果我是他们那里的选手的话，你们这个肯定会收到律师函。不要乱造谣，谢谢。这个我准备发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的 DPS 上都单已撒经在谎，我脑子里面，就是已经那个了，已经查好应了。该你们这是个，上单撒你谎，们上的单地难址招。DPS 都在我这儿，我已经收好了。你们这得注意啊啊！真的，突然有一天，妈呀，就会收到短信的啊！注意一下，不能乱讲啊！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。他必死的，走不掉了，除非他往前走。别急，我直接送塔了。啊！你再送呗，那你你这个是送人头吧，帕特西？送他，他闪现 A 了，没办法。OK，不是，爆破！啊，我来卡，我先打他一刀，有中吗？人有中在吗？往下走，雪人往高下 AP 走，死人生态，杀！刚刚是两级，等他盾没。我养他。我来了。抓的有点惨啊，已经死了。随便玩玩喽。老板爽就行。小心那个血人。等一下，等先进去，等先进去。随便玩玩喽。中野应该都会下来啊，小心啊！难道状态不好的？洛阳，完蛋了！难道在哪？半血中中。洛阳，我留个羊。没啥，不见。我怎么了？你们，哎，我在哪？换车吗？我们下不？不用。我要不我那你个，先去我下。打他欠。哎，我失误了。我来下了，来下。这把我 A 到了。那我直接他人家欠了。OK。尿他应该杀了。尿尿尿尿尿！你们这人为什么不锁黑啊？不是随便出的吗？他跳我，对我应你了，我不会死。哎，杀到他们，我操，Q 到了，随便玩玩喽。哎，有弄弄啊，有弄，随便玩玩喽。我撤了。有人走吗？都在下路。啊，死了。我的，有了，刷下。好像可以学呀。蛮好，羊蛮好。雪人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啊，死了吗？救他！哎，滑过去！打！打也可以，来，他没技能的。A，我在。A，我操逼哥 A。我说了还要无敌。难道在这边啊？真的理解。嗯。你对操作有自信有信心，真可以出海妖。好，
他怎么还敢跳脸？我来了，不对，爆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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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爆了，真要爆了，真要爆了，这个。你在路上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救！我有治疗，我有治疗。好挡，好挡，好挡！你应该是不是想走啊你？你这个没有吧？不会吧？来这个，运一张，运一张。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打他就好了。啊，给毛的！哎，哎，要发 W 了！我操，大 B 登场！输了。第八连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收割了，我要那个了，我要 Q 过去了，我先跟你们说一下，我要一过去，我要一过去，你给我盾，给我盾，给我盾。这还有一个。啊，你要起潘达 C 啊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给不到技能。我操，伤害太高了，没办法。哎，逆拳吗？可以，别扛扛扛，亮个弱爆就行了。他想杀谁？他想杀谁？他怎么死了？哎。啊，结束了。兄弟们，那个 ADC 来了，但是我们现等一下，先确认那个，可能要再打，因为我们先打吧，因为要确认一下，就是跟那个规则到底能不能叫那个先，你先打吧，没事，能不能多叫几个人，这个得确认一下。嗯，我先跟他说一下，稍等。